我们上一集说到呢，这个王莽当了新朝的皇帝之后呢，是倒行逆施，尤其是他的经济、政治这些政策，完全都是从书呆子那个角度出发，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天下百姓是非常怨恨。但凡庸人政治啊，有内忧，必有外患。国内呢，王莽脱骨改制，遭到了巨大的抵触；而在帝国外部呢，也是风尘滚滚，狼烟四起。王莽呢，是一个非常迷信大一统的那样的皇帝。新朝建立之初呢，为了把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都海郡，合起来凑成古书当中的四海，他呢就派使臣威胁西羌部落，献出青海湖的一带土地，设立了西海郡。这个新建立的这个郡呢，西海郡呢，地方很大呀，高原地区又缺氧，实际上根本就不适合当时啊汉朝内地的百姓居住的。但为了使这片地区人口稠密，像一个大郡，上应古书当中的那个四海那个意思，王莽呢就强制移民去填充。那老百姓不去怎么办呢？王皇帝就在国内增加了50条法令，都是些苛刻的法律条文，老百姓没事就因为这50条就会得罪了，怎么办呢？就成罪犯了吗？这些罪犯产生之后，就会被流放到当时的所谓的西海郡。由此呢，数目庞大的强制性的这种移民呢，来凑齐这个西海郡的这个数。就这样一来呢，等于就给王莽招来了国内人民对他最初的严重不满。王莽呢，还沉醉于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样的一种思想，认为呢，四夷不足吞灭，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呢，与新朝呢分庭抗礼这个情况，他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当车师、后王等人因为怨恨汉朝都护校尉而投奔匈奴这个事件，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王莽挺恼火的，马上派人出使匈奴，强烈谴责匈奴当时的这个囊之压丝单于，远硬兼施，然后逼迫这单于交出那个逃人来，当众斩杀。随后呢，王莽又派出一些使臣出使匈奴，向匈奴单于当众宣布了4条，要求他以后严格按照4条处理与周边那些小国的那个关系。向匈奴颁布了4条之后呢，王莽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让匈奴的这个囊之牙丝单于改名为日之单于，用意呢就在于使匈奴单于能够清楚意识到，你自己对于中原王朝来讲，你只是藩臣而已。新朝建立之后，王莽对于当时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大加赏赐，他还派人把新朝的印绶授给那些少数民族的这个政权首领，同时呢，把原先汉朝那些印绶都给回缴开来。当时呢，他派出好多路5位将，故意制造事端，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西北，他派出那些使者呢，都把当地国王就是少数民族那些君主统统降格为侯，同时呢，言语傲慢，对于受封那些首领呢，就展现出蔑视和歧视。对于匈奴来讲呢，王莽实际上是最为重视的，他特意派出5位将叫王俊的，携带大量的金帛，前往北地呢赏赐这位匈奴单于，要求单于交出从前汉朝颁发给他匈奴单于玺，这个章，然后重新授予他新匈奴单于章。当时这单于呢，急着忙就看王莽赐给自己的那些金银财宝了，就没注意到新朝的印信的文字内容。等他得知自己的印从玺变成章了，特别不高兴，想追回汉朝的旧玺章。结果呢，新朝的使臣呢收缴汉朝的这个玺印之后呢，怕夜长梦多，马上就把那东西给弄碎了。单于呢很无奈，只得自认倒霉。过后呢，他就向新朝索要玺印，我不要章，我觉得这东西降格。结果呢遭到拒绝。因此呢，匈奴单于呢就怀恨在心。不久，单于就派手下10多名将领，率领1万多骑兵，来到朔风塞下，大张旗鼓，
威胁要攻打新朝。那么在王莽当皇帝之后的第二年的年底12月，王莽呢又别出心裁，把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单于。这种举动啊，完全就是侮辱性质。同时呢，为了越武扬威，王莽又发数路大军，几十万人出击匈奴。从此呢，沉寂了几十年的北方国境，终于呢，狼烟重延。本来已经降服汉朝的匈奴，再次就成为王莽新朝的敌人。王莽随意改变西汉以来这种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惯例，干嘛呢？把那个王降成为侯，把那个喜变成张，然后单于的名号啊什么的他都改，然后还加一些侮辱的名称。这些稀奇古怪的做法呢，就引起各地边疆首领的普遍不满。而后呢，他又狂妄自大，轻率地动用武力，最后等于导致边境冲突不断升级，使得数十万新朝的大军呢，长期陷于边疆地区无法自拔，耗费国家的人力物力无数。其实呢，一直以来啊，中原王朝这个更迭啊，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影响都不是太大。你想，作为新朝皇帝，王莽当时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但王莽这个人是个书呆子皇帝，他呢一直想做天下共主，太膨胀，因此他主动挑起了好多的争端，使得呢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呢纷纷呢叛离了新朝，最终呢使得这个新朝内外受敌。你说王莽的新朝，这是边境这么多事儿，狼烟滚滚。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大新王朝的内部也是矛盾不断。如果我们看那个《汉书·王莽传》，就会发现贞丰这个名字频繁出现。这个人替老王称帝，前前后后干了不少的事情，可谓是王莽心腹中的心腹。但是王莽的新朝建立之后呢，贞丰似乎又后悔了，他就觉得这老王干事越来越不靠谱，很怕呢日后老王一败亡，自己家族呢也会遭到清算，而最后被诛族。王莽就察觉到贞丰呢越来越和自己不一条心了，就下诏呢对他进行降职。贞丰的恼怒，他儿子甄寻也恼怒，但甄寻这个人还是比较有脑子的，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哎，你王莽不是特别相信这府命吗？我也给你造一个。然后这甄寻呢就伪造了一块府命，声称什么呢？新朝应该将陕地分成两大部分，让贞丰和太府平燕哎，分别加以治理。看到这个府命，哎，群臣送上来之后呢，王莽心里实际上挺生气的，但他当时还不好意思直接点破，毕竟啊，这甄氏父子啊，对自己的新朝是有功之臣，所以呢，王莽还真的就依照府命去做，准备让贞丰管理半个陕地。岂料呢，得寸进尺，甄寻一看，呵，这个王皇帝好骗好忽悠啊。他紧接着又伪造了一个新的府命，四处散播，说什么呢？上天降意，要王莽将女儿，那就是说从前汉平帝那皇后啊，嫁给自己做妻子。看到这个府命之后，王莽大怒，惦记谁不行，打起我女儿的主意来，而且她还曾经是大汉天子的皇后。于是呢，王莽这次不然了，即刻下令抓捕贞丰父子。贞丰呢，听到官兵敲门，知道事情不妙，马上就养药自杀了。他儿子甄寻呢，心虚，早有逃跑的准备，撒丫子就溜。结果呢，逃跑一年多之后，甄寻呢被王莽派出的军人在华山逮捕到。当时呢，这大骗子的手上还刻着“天子”二字。王莽得报之后啊，让人先把甄寻那条刻着字儿的胳膊砍上来，送到长安宫内，我自己先验看验看。翻来覆去，王莽和几个大臣拿着甄寻那胳膊看个够，就对旁边人说：“你看，他这个手上、胳膊上的刺字，哪里是天子啊？我看就像是一六子或者是一大子，六者戮也。”显然呢，这个甄寻呢是自找戮辱。好了，成全他吧。于是王莽下诏，派人到华山，把刚刚成功做了一次截肢手术这个甄寻伏跪在地，然后大刀片子咔嚓一下就把骗子就弄了一刀杀了。贞丰甄寻父子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王莽对跟随自己多年的有功之臣那些亲信们就不信任了，然后呢屡起大案，开始了新一轮内部清洗，杀掉数百人之多，其中呢有不少人还是他的开国功臣和那儿子辈。王莽这阵的形势呢，不仅是他自己的心腹大臣和自己拧巴，王莽家里呢又开始不消停。那王莽的家里是怎么不消停呢？想当初啊，王莽两个儿子王获和王宇，这不给自己添乱吗？最后都以自杀告终。如今呢，长大成人的孙子辈也开始前赴后继了。王莽长子王宇的儿子啊，叫王宗，这哥们儿闲极无聊，让人画了一副自己穿着皇帝礼服的这个标准像，没事就挂在墙上自己瞧着乐。同时呢，他还私刻三枚皇帝的印章，没事自己在那盖戳玩。这两件事儿，实际上如果不细究啊，也不算什么事儿。你说这王宗是个少年人，他又是王莽的长子长孙，如果老王宽厚，惩罚一下也就算了。但是呢，老王这个人呢有道德洁癖，绝对不能这么算了。根据审查，他还增知这个孙子啊，偷偷和他流放到北部湾地区的那个舅家，就是那吕氏家族还有联系。老王更怒了。于是呢，他拿出《春秋》来了，深沉地念出一句话：“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但凡臣子对君，儿子对父，是不能冒犯的，不能忤逆的。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没有真正付诸行动的，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即使皇亲国戚，也要诛杀。王宗虽然是个少年人，也是读书人啊，知道爷爷的意思了，不得已只能步他老爸王宇的后尘，被逼自杀。不久呢，王宗的姐姐王房在家里呢，哎，把那个婢女给杀了。王莽得知大怒，一纸诏书送到他婆家，勒令这孙女自尽。所以说这是什么生活呢？王莽的夫人王氏啊，这辈子真是倒了大霉。不到十年间，几个嫡亲的孩子，包括儿子、孙子、孙女、儿媳，都被自己老公给逼死了。即使现在母仪天下，贵为皇后，又有什么生趣呢？日夜愤懑之下，这位王氏、王皇后得了大病，很快就处于弥留状态。毕竟呢，结发情深。王莽呢，得知消息之后呢，就派自己的皇太子王林去照顾，哎，这个老婆，这个王皇后。王林呢，年轻人精力旺盛，他在老妈的病床前他也不闲着，顺便呢就和哎侍奉王室的一个宫女袁婢勾搭上。但他父亲呢是谁？是当今皇帝啊。王林的这种行为啊，就有大逆不道的这种乱伦的意味了。恐惧之下呢，王林体内又有他父亲乱臣贼子这种遗传基因，想起父皇对自己哥哥侄子的杀心，王林也豁出去了，就和袁弼啊在母亲床前密谋，想先下手为强，找时间呢先把老爸给做。王林他也有老婆，他老婆是谁呢？是王莽心腹大臣刘歆的女儿刘歆。刘歆这个女人呢，她的父亲就是大星象家，因此呢自小耳濡目染，特别会仰观天象。这天晚上无聊，他就仰观群星了，发现呢金星和木星交汇，根据星象对照呢，皇宫内部啊应该会有重要人物死亡。刘歆呢这个女人眨巴眨巴眼睛，合计半天，就把这个事情告诉自己老公王林。王林一听心里可高兴了，觉得暗杀父皇的事情呢应该能够成功。为什么？你看老天都点头了，金星木星交汇了，皇宫内有重要人物死亡的肯定是他爹啊。没想到王莽也是个特别迷信的人，他到当时没看到金星和木星交汇，因为他没事不仰观天文，他是发觉未央宫前殿的王禄堂啊，忽然有一阵狂风吹来，哎，把那个王禄堂给吹塌了，望着一地的碎石瓦片呢，老王当时心里发毛了。想来想去呢，他觉得是上天示警，开始行动，马上下诏就把自己的皇太子王林给废黜了，让他到洛阳去当统一阳王。也奇怪了，当时王莽还真没有发现自己儿子谋杀自己的阴谋，只是因为当时一顿狂风把那王禄堂给刮毁了，他呢就把身为帝国继承人的皇太子给换了。
可见这老王啊，确实是个大仁之人，什么骨肉之亲啊，父子之义，只要对自己地位、对自己的国家有威胁不利，不管是谁，一概下手。当时呢，这个非常迷信的王莽还认为，拿儿子王林当替罪羊，就可以上应天象，以此呢，来这个应这个上天对自己的责罚。王林呢，本来心里就有鬼，太子地位忽然又这儿就没了，他心里就更发慌。回到封地洛阳之后呢，越想越怕，就给他妈写了一封密信，信里大概意思说什么呢？你看父皇对我们老王家儿女真是太严厉了。按照我的统计，无论儿子还是孙子，一般到了30岁，肯定就要被父皇逼死。现在呢，我也快30了，恐怕命不久矣。王莽这个人呢，他不相信任何人，特别对任何人，包括亲戚，他也提防。那么王林这封信呢，又是派人送到宫中，王莽自然很快就收到了密报，得到了这封的儿子写给老婆的密信。读罢信件，王莽当时气的是怒从心起，觉得这个儿子对自己心怀怨恨，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久呢，王莽的王皇后就去世了。当时王莽就禁止洛阳的王林来到京城参加丧礼。不仅如此呢，丧事办完，王莽就对王皇后身边的人大家审查，都抓起来问，查来查去，袁弼和王林私通这件事情就事发了。那么自己儿子和自己睡过的宫女睡觉这个事情，按理说是可大可小的，但是袁弼呢，这狐狸精一招供，还招供出什么呢？哎，那可大了去了。王林就这儿子竟然享有弑爹谋逆的这样的企图。王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差点气死。王霍杀奴仆给自己添乱，王宇在往自己家里大门上泼狗血给自己添乱，那么王尊呢，画标准像给自己添乱。这些被逼自杀的儿孙，相比王林这个逆种啊，其实啊都算是闹剧而已。回想起来呢，就那些人啊，那些死的人啊，简直都是善良好儿孙了。现在这王林简直是丧尽天良，睡了自己的女人还不说，还要谋杀自己，呼天抢地之余，王皇帝王莽恢复了理智。为了顾及大新朝的皇帝的光辉形象，王莽呢先让手下把参与审讯王林和袁弼的官员好几十人统统杀掉灭口，尸体呢就埋在监狱里，就地就埋了。然后呢就告知他们的家人，这些人呢都为国失踪了，赐予了一些财物，这事儿就打发了。而后呢他让人携带毒药逼迫儿子王林喝。王林呢这个人还真有种，觉得喝毒药呢死得不痛快不过瘾，他从玉立手里呢还抢来一把利刃，一下自刺而死。杀了王林，王莽对儿媳也没放过，就直接下诏给他老部下、老朋友、老心腹刘歆，非常痛心疾首地表示，王林本来不懂天象，责任在你女儿啊。刘歆呢虽然是个腐儒，很快就明白老上司王莽的意思，也不好意思再麻烦这个政府了、官府了，把诏书摊开让闺女读了一遍。结果呢这闺女刘歆逼着在家里自杀了。实际上在此之前啊，就刘歆的两个儿子由于牵扯到这真封真寻父子案已经被杀了。那王林自杀之后呢，王莽对外呢就没有宣布这个逆子想弑父的真相，声称呢他是妖王病死，还追给他弄个谥号，谥号是什么？是穆王。就在当月呢，王莽最后一个嫡子刚刚被封为皇太子的王安，那精神病那儿子也得病死去了。至此王莽正妻王氏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是命丧黄泉。现在呢，大新朝我们这个王皇帝竟然断子绝孙了。你看现在大新朝后继无人，这个事情太大了。于是呢，王莽就把从前他在封国闲居时和那丫鬟生下两个儿子王兴、王旷也都认下来了。认起来之后呢，就把这俩小孩呢接到长安，封为公爵。同时呢，他留在当地还有两个庶生的女儿也都认祖归宗，接到长安。看着老王天天愁眉不展，他就朝臣就奉承他：“皇帝，您现在新丧皇后，而当年皇帝正是身边有120个美女才得道升仙的，但那个皇是黄色的皇，陛下您也应该学学皇帝，
应该享受这个步步登仙的乐趣。王莽一听挺高兴，就让人在全国大选美女，充实后宫。王莽现在呢，内部美女如云，好像这些祸患都暂时消除了，但是外部反抗他的义军是风云突起，到处有人揭竿造反，各地反抗他的这个起义的人啊，不停在到处是攻城略地。更要命的是呢，公元初前后这段时间，新朝国内自然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黄河决口改道，没一天消停过，而且呢，灾区范围还特别大，持续时间特别长。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覆灭之前，天灾人祸，互为因果，都有这么一段大插曲。这样的自然灾害呢，发生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的时代，王莽呢，只能是自认倒霉。由于灾害频繁，饥民呢相继暴动，不造反就要饿死，因此当时好多流民啊、饥民啊、老百姓都造反了，什么赤眉军啊、绿林军啊，这个军那个军，当时老百姓为了活命啊，你不得不揭竿而起。那么在更始元年，也就公元23年，绿林军就拥立刘玄称帝。这刘玄是汉朝的一个宗室，定年号为更始。这刘玄呢，就是更始帝了。听闻刘氏皇族有后人称帝，王莽啊，震惊无比，这可怎么办？我们下一集再讲。